蹭了午饭要蹭晚饭，有些人最近很穷啊。请了午饭又要请晚饭，闲钱多是不是啊？建议直接打我卡上。我是请客吃吃饭嘛，不是请你吃饭。那我也只是打算跟你们在同一家餐厅，也没说要跟着去蹭饭啊。我就不告诉你我们订了哪家餐厅。那我偏要跟着你们，看你们去哪家餐厅。 要不我们各回各家，各吃各饭。我同意。反正我们家有人给我做一日三餐。啊？你请了新的阿姨啊？那你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往这凑啊？也不知道是谁有钱。我请的可不是个煮饭的阿姨，她还陪我遛狗、写稿、看电视。啊？谁这么倒霉，竟然成了秘密了？ 都说之前那个洛河神书的封面画手很有意思，时间好像对得上。哎，不会真是那个简吧？我瞎了吗？我那是谁啊？别乱说话，注意用词，当心毁人清白。是不是女朋友找你了？赶紧回家陪她吧。 不然你以为我想跟着你啊？跟我回家。周川老师再见，回家路上小心。哎。 真走啊！爱奇艺 Cheap Black 实力棒，话题咧滴当咧在。